一分钟教你提高击球命中率。啪，垫步，再举手，看到没有？好，停，在这刚才过程中，你有两个问题出现了。第一个问题是什么？侧身拉完以后没有还原直接动，这是第一个问题，对吧？第二个问题，侧身拉完以后，你在过去的时候你是拉着手过去。其实你要想一个道理啊，不是说你的动作不行打不上，是因为你没有找到合适的点，导致了你的动作变形。能听懂这个意思吧？两个细节啊，看好了，搓完以后侧身。拉完以后不要直接扑过去，拉完以后立马加个小垫步还原。这个小垫步你垫的幅度多少我不管，不重要，重要一点看好啊。侧身拉完以后，在我颠回去还原的这个过程中，一定要往后撤个半步，就是你不要去在这条平线上走，因为它是有个时间差的。比如同样的速度，它发到这个位置，跟同样速度发到这个位置，你当下站的位这个位置，它用这个速度，你是完全 OK 的。但是因为它过去以后，你要有中间还有个这个距离的，明白吗？加上这个距离以后，你的这个点一定会相对的往后偏移。啪，垫步，再去走，看到没有？我是不是啪，垫步，再去往回走啊？加个小垫步，哎，好一点，不要后拉手，好一点，加小垫步，漂亮，好多了，再拉下去，走，加小垫步，又往后拉手一点，不要往后拉手，加小垫步回来，小垫步上来，回来，漂亮，好，行。